对啊，那时候小熊很红，所以他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试看看，我就不要，我这会卡烂，我这会卡，我会被观众轰爆，我这会卡烂啊，我真的是会，就是讲话讲到一半，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而且我记性超级差，他们不是都有拿手卡，然后就是看一下，然后就是一段，他不能一直盯着手卡念啊，就是一定要对着观众或者是对着那个，譬如说赛后访问的时候要对着选手这样问问题，但是我不行，我是那种一上台我就会很紧张的那种，对，我只要一上台我就会很紧张，我只要面对就是不是面对我直播的镜头，我只要面对就是人家举着的那个就是那种摄影机的时候，我就会超紧张。